体装备。OK， 小笨蛋，能第一个 Q 他完全不走位，小笨蛋。说啦，我们组合是能跟他们碰一碰的。莫慌，已经二级给他们下路斩于马下了，已经。他们活在过去。我掏耀光，兄弟，我真掏耀光，就跟他干。1100块，哎，不管，就耀光，我要跟他打。生死看待，不服就干啊！都说了，早跟你们说了 ，EZ 能打德子，别那么怕德莱文啊！德莱文这英雄 EZ 是能打的。太简单了。等吧，等兵线平线吧，等平线再打。兵线太多 ，EZ 不太好发挥啊。帅，不是，还直接就不人家出不了，其实出的很好啊。对啊，你青钢影全都是 AD 伤害，他出不小鞋出的太好了吧？怎么就说人家死混子呢？对啊，而且你上野双 AD， 他出不小鞋，我靠，顶级决策好吧？跟你说，打王者局我都没有，都很少能见到这种能直接出不小鞋的。对啊，打王者局这样出装都很少见的，因为都想着那个，就是有些思路还没出装思路还没他好呢，还没这个掘墓好。但是其实布甲鞋被削的还蛮多的。
这布甲鞋被削蛮多，现在再出感觉是有点小伤了。他有进化的不好越，血量太健康，得等我 Q 一下就好了。真敢上来啊！敢上来有点夸张了， Q 到归 Q 到，上来那你就有点过分了。巨种，我直接一条脸的，胆子大啊！湖南哥好像有点不是很得劲啊，无所谓啊，你走不走，我下路都是压他的。哎呦，你小子走位有东西啊！那我 QAD， 为什么对？为什么这么说？还怪有礼貌的兄弟，去哪儿？时间有限。
我没猜错。来拿小龙，拿小龙，兄弟，来来来来来，把小龙拿来。帅，哦吼，单杀，可以的。这样子控我啊，太强行了吧。他第一刀暴击的时候人有点慌了，嗯，第一刀出暴击有点慌了，384那一刀给我砍晕的。哎，我还空了个 Q， 不过总体来讲问题不大，整体来说单挑打赢了那就问题不大。完了，我送了，兄弟们，完了。OK， 杀我有什么用啊？就是给我全嘎了，全收，中，冲！哎，他 E 上去了，喜欢杀我。
啊，我继续守下。打这么激烈啊，烦了，哎，空 Q 了，哎呦，那个 Q 空的好伤啊，那个 Q 不空，两个我都杀了。嗯，那个第一个 Q 空的，第二个 Q 吧，不是第一个，这个天亮 Q 空的太伤了。冲一波了，一波带走了，那么这么装。